每次想到说他对我那么好，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这么快就走了。他是200%的好爸爸跟好老公，他真的很好。不相信文夏离开了，一双泪崩20分钟，下辈子再做夫妻。他走得很安详，他是睡梦中这样子走的，走得很安详。我希望他在那边的时候，不要再挂念我们，我们都会好好的照顾自己。国宝歌王文夏的遗孀文香3号出席记者会时，谈到文夏4月6号在睡梦中辞世，忍不住泪崩20分钟。文香姐，她这辈子跟老师的感情那么好，下辈子会想再跟她当夫妻吗？有缘分的话，因为她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先生跟爸爸。她虽然在外面不大会跟人家social， 但是他在家里是真的很好很好的一位先生跟爸爸，他对我是200%的好，他对我们家里的也从来不会发脾气，对，尤其是对我两个女儿，真的是超好的，我不会骂他们。我每次想到说他对我那么好，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这么快就走。你今天母亲节会过吗？对，我不知道，我小孩子有没有空回来陪我，我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也是要有他们一些的自己的工作。我跟老师的个性从来都不会去勉强小孩子说一定要陪我们，还是做什么，为我们做什么事情。哎，文强姐，我可以再出来吃饭好吗？谢谢。我再穿一轮，穿一半就出来了。谢谢。我今麦是文香姐，我今麦是文香姐属鸡呀。谢谢。上通告，我就去家里载她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我现在都一个人了，有很多朋友，也会来家里陪我，吃吃饭啊，喝个小酒啊，因为他们都知道老师也喜欢喝酒，然后我们就说，看着老师的照片说，哎，老师。我来饮酒，他们都会这样子，请他下来喝酒。老师介意看你花花喜喜，我靠！对，来一瓶，开心，不行。小毛根本不知道怎么办。那聚会完了，这样子嘻嘻哈哈，但是很多朋友回家的时候，剩下我自己一个人，其实就会想到他了。其实最好嘻嘻哈哈，看哪里够酒。但是夜深人静，剩我一个时阵吼，我都想到伊啊。我你讲哦，大家拢夜深人静的时候。我你来阮家啦，哎，阮家阮即马我剩我一个啦。无啦，我到海头看到看到来去。海头啊，无啦，海头啊，食了身体会怕胖。无啦，咱食较好个啦。无啦，威士忌啦。